世间人心鲜肉浮华如梦，我凭戏终是一场空。一拂愁面带笑容，气势如龙，一出手气贯苍穹。若不为是非恩仇血染长空，谁不言侠义称雄。浪断天涯，情仇爱恨一剑争高下，风雨中潇洒。望神戎马，逐浪飞花，踏凌霄舞黄沙。云霄一骑，夜水中华四海，一为家中了无牵挂。九曲孤蝉，青丝成白发，与你对坐饮茶。大牛，你不是在看守山门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你快上灵州，带我们去培育还魂玉草的药园。啊，好。谭师兄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得赶紧治疗啊！谭师兄身负重伤，需要清静。诸位都别说了，谭师兄，周润当初培育还魂玉草的地方就在前面。刘老板，谭师兄，你太客气了。大牛，帮我把五颗还魂玉草都拔下来，记得轻一些，别把根扯断了。主人死得好冤枉，好冤枉啊！您发现了什么？大牛，此地距离冰清仙山有多远？25000里。谭师兄，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先前往冰清仙山，救神之事要紧。快。谭师兄，能不能带上我们？都快点。Thank you.
就愿为您效忠，为沈家效忠。您一路走好。小姐，您多保重。大哥，二弟送您了。执事大人，快住手！执事大人，快住手！执事大人恕罪，弟子来晚了。执事大人恕罪，弟子来晚了。今日是你我见的最后一面，为了你，青丘发了毒誓。因为你，首席背负着被所有内门长老弟子暗自耻笑的羞辱，我要你现在答应老朽，定会一鸣惊人，只有这样，老朽才能死而无憾。执事大人，只要有弟子在，弟子就绝不允许您死。首席大长老，还魂玉草之死并非意外死亡，也非我杂爱弟子周润培育不周，而是被人下毒致死的，那人故意这样做。谭云，还不快住口。首席和众丹脉长老都去看过，那还魂玉草是周润培育不周导致意外死亡，而并非中毒致死。毛头小儿竟敢胡言乱语，你这是在质疑我们丹脉有叛徒吗？谭云，此话万万不可乱说，还不快认错。小姐，谭云是救老奴心切，这才说错了话。谭云性命关乎青丘性命，求小姐开恩。还魂玉草并无中毒之象，谭如此笃定，难不成是他为了帮沈清风开罪后方的毒药？若真是如此，那可是送上门的替罪羊啊。首席息怒，您将弟子收入丹脉，让您感到蒙羞，弟子深感抱歉。但三日前灵山杂役弟子周润兢兢业业看护玉草，却惨遭枉死，现还魂玉草又关乎沈执事性命，今日弟子不开口，便是您误杀沈执事，您早晚有一天会后悔。当然，除非您根本不在意沈执事的生死。谭云，你放肆！弟子恳求首席，让谭师兄把话说完。我给你解释的机会，但若你信口开河，休怪本首席无情。若为衣，便归仙；若为邪，便归魔。一念之差，咫尺天涯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金家嫡小姐，救救我！我穿越了，遇见了宛如妖孽的男人莫无月，穿越意识重生。我继承了君家嫡小姐所有的记忆，从此携恨而归，誓要掀起血雨腥风，斩奸佞贼臣，还君家海晏河清，朗朗乾坤。尔等该行什么礼？拜见九小姐。这就是你记忆。